那我们往那边走咯，拜拜，谢谢。总监打烊了吗？打烊了，打烊了，打烊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打烊还要再开会，打烊检讨，而且我们先把那个整理的工作全部都做好。超脏的，超脏的，你这椅子也擦了，我椅子擦了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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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拜拜，谢谢，下次再来。Oyster， 拜拜。第一次开店，难免都会乱七八糟，就是有一点没有秩序。可是摸久了，这乱中就会找到一个序法。那我期待大家越做越好啊！那我也期待经过的时候，就像我刚刚说了，最近这边有点毛，修在里面，王子在里面，我跑进去让他们剪。蓝色的洗发精只有两瓶哦。刚刚我都拿回来了，那时候还有人一个人在洗。对啊，然后我想说，我刚刚在看，不是都各三瓶吗？对啊，它只有两个，那所以是不是少一个？少一个，完蛋了，捉迷藏。大家可以帮我们找一下蓝色洗发精在哪吗？刚找不到，对，找到了。哇，在哪？我们用不见一个人。用不见一个。我刚刚找不到，还是我丢进去？不会吧？会吗？啊，不然在哪里啊？Excuse me， 我找到了。欢迎光临，请问今天要喝茶还是咖啡呢？还是要来一点？想看更多吗？还不赶快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节目中看不到的花絮都在这里哦。